大家好，迪叔今天又去柬埔寨中部城市，吉金省。柬埔寨的人口主要聚居在金边，往南、往东、往西哈，往北部的话就没啥人了。大家看前面来了一群人骑大象，要钱的哈，应该是属于什么大象什么保护组织的，可能是哈。哇，这个大象好高啊！来这我不对我有威胁吧？我的家真难打崩，俺的大脚开脚跟，我不要跟着别人大脚走嘞，大脚走烂，东巴东我走。没有威胁吧，兄弟？有威胁吧？你会打我吗？给大家看一下柬埔寨的小黑孩子，他们也很好奇的哈。哦，前面又是寺庙搞什么活动，快到那个送甘节了，好像我看到前面说什么高僧沐浴活动。这个佛教国家寺庙这些佛寺很多的哈，柬埔寨这国家公共节假日也是很多的，他们的反正都过得很开心的哈。你看前面又来了一堆的，大家都往这个寺庙进来，这是搞什么不懂哈。我看到网上报什么举行那个什么高僧寺庙的高僧沐浴洗澡的仪式，有钱没钱没关系哈，开心最重要。虽然他们穷一点，但是都活得很开心，很自在，自由自在，没有什么压力。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，那是到了冬天，除了吃饭就是玩，啥事都没有哈，因为没有农活了嘛，每天吃两顿，玩得很开心，什么玩具也没有，就搞个鸡毛，搞个铜钱什么，跳下那个锯子，搞一把稻草什么，拉根绳子拖一下，上面载个人可以一天拖到晚，都很开心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没有比较，没有攀比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说都有钱了，但是那个人呢，越过越不开心了。那个年味啊，节假日什么气氛都没了，老祖宗留下来的什么传统节日节日都慢慢取消了，过年放鞭炮的地方也都不能放了。买个这个买点这个，很多哦，总之吧，买个这个买点这个东西来吃。你摸一摸一臂膀。哦，他这个地方是论个卖的哈，有的地方是论称的，一公斤多少钱？他这里是一个是0.5美金呢、啊。糯米饭。你拿。买1万块钱的哈，五个，相当于2.5美金了哈。这个地方动不动就是讲万的。来看到怎么砍的。为什么砍？它开始是一个竹子，里面灌了糯米，堵住，然后烤熟，然后他把边上那些黑的什么
削掉，削薄一点，我们吃起来东西好辣一点啊。阿棍，拜拜。大家看一下，剥开的，剥开的就是这样，下面是糯米的，上面用这个什么堵住的，是不是叫铸铜饭呢？竹子饭。这边上一层皮是竹子那个衣呀、啊，你看，糯米，糯米啊，甜甜的。来这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坐下，坐这里啃这个。按他教我的，叫搓一下，搓开，哎呦！凉快了吧，乖乖。你逗我呢？休息够了，继续出发。